好，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轩时间，又到了每个礼拜四我们的青春作伴的单元啊。那在今天呢，呃，这个青春作伴的人物专访当中，我们访问到的呢是来过我们节目几次，而且呢，他在呃因为旅游的呃，这个经验跟分享上面啊，他也呢非常受到欢迎，出了蛮多的书，呃、也经常的呢到处去演讲。但是不管出书，不管演讲，都不会耽搁到他现在的觉得退休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旅行啊，想要不断的跟大家分享呢他旅行的呃。 呃，快乐的事情，还有一些呢，所见所闻。他是老黑，他最近呢又出了一本书，呃，叫做呢《Fire》。然后呢，这个《Fire》是他当初的一本书的书名啦。啊。那重点就在于说呢，要能够财务自由，才能够去享受退休的或者退而不休的生活，包括旅行。但是真的这样子就 OK 了吗？好，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老黑来跟我们分享呢。这个然后呢，这个然后怎么了？Hello，老黑早，你早，蓝先早，大家早。哎 我每次看到老黑，都不对？又黑了，所以代表你又出去玩。哎 <laughs>，可是今年为什么会比过去黑？是你去的地方更热带了吗？还是说也不会？我现在黑是因为我刚从越南回来，越南,啊、越南天气挺热的嘛。哦，OK，那,你,那你都没有在防晒？我我去抹那种会变黑的那种，<laughs> 是吗？你抹会变黑的，<laughs> 你故意让它变黑就是了。对对对，叫老黑嘛，不黑还像话<这>、啊、你是开玩笑还讲真的？ 我讲真的啊，啊你是抹那种会让他看见有个看，<对>就是看起来是很均匀的那种，什么小麦色、什么荷色什么的。我我希望是啦、哦，原来有这样子的 <laughs> 哇！哦、啊，但它就有防护效果，就不会晒伤。有有有有，对不对？其实那种效果比一般的那种，就是你要美白的那些都要。 以防晒来讲，效果更好啊！真的，就是说可以要晒的均匀。对对对就是说你说擦了要能够防晒变白，不见得有效；但是擦了你说的那个要变黑，很有效。我的了解，<laughs> 是这样子哦 <laughs>、呃。原来哈、啊，那些老黑是真的很黑哦、啊，又黑了一层了。好，那出了这本书，呃，其实在这个出之前呢、啊，哦、啊，这个上次老黑来说，我们大概就有聊到他的生活当中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，但这个小小的变化事实上。 不能讲生活变化，就是说你尽量让它不要影响到你的旅行跟生活，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撞击。那就是呢，在这本啊这个 fire 然然后呢，一开始就先谈到这个部分，就是你的忧郁症、欸。我觉得你的外形看起来真的是让人家觉得不太不太像会有忧郁症，觉得很健康、很很开朗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嗯、<laughs> 那我得了这个病之后，我碰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说。 你是人生胜利组啊，怎么可能会得忧郁症？我看你说你这样这样写，但我觉得这点倒是真的是有点刻板印象。为什么胜利组就不会有忧郁症？嗯、成功的人经常可能忧郁症状况更严重，对，因为压力更大嘛對對對。其实讲白了，不是说你胜不胜利啊，或者是你阳不阳光啊，重点是任何人都可能得忧郁症。嗯，这、嗯、这不是我说，这是我医生跟我讲，人都会生病嘛，而且你年纪越大。 越有可能生病嘛。嗯哼，呃，你就算不得什么高血压，什么什么心脏病，嗯，你总会感冒吧？是啊，是啊。所以他们有一种讲法，就是说，忧郁症其实就是心灵感冒了。嗯，任何人都可能得。嗯嗯，那也不是说你今天这个这个生病了，这个没有生病，而是所有人都在一个广谱当中。嗯，那就是你比较偏这边，或者你比较偏那边。很多人其实事实上。 多多少少，身上都有一些问题，只是还没有到发病的阶段而已。嗯嗯，但重点是，我觉得你会想要写这本书，应该是因为像你，你是基本上现在这样子去体验到了有这个疾病，那但我们会聊就是影响有多大。但是你之前应该是期待一个，虽然不可能，但是你心里其实没有真正想过会有会有忧郁症。 所以对你来说是整个，呃，不但不但是作息当乱，就对你自己的呃人生规划里面，你想象中的一个退休生活，事实上是猝不及防的，是不是,是对不对？<是>我觉得看起来是有点这个样子。是,是这样的。对啊。嗯，我我这次发病是在就是一年多以前，二零二二年的时候、嗯嗯、年底的时候，这真，这不是我第一次发病。嗯，我第一次是在啊六。呃 早几年，二零一七年的时候，嗯，不过当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得了青光眼啊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在我们节目里面有讲过，对对对对对对。那青光眼就是它是一个不能不能，不可能，哎，对，不可能的疾病，所以我很担心，呃，会瞎掉，对对对？因为青光眼是严重起来会瞎掉的，对对对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呃很担心了好几个月，我在考虑说要不要动刀，嗯，所以时间一长之后。 就就开始陷入到忧郁，嗯,嗯，嗯嗯、不过那次还好，我就很快去吃了大概呃一两个月的药，嗯,嗯，然后我就决定动手术，然后手术也很也很顺利，所以你现在眼睛是都好了，呃，没<是>这东西不好了，就是说它对就维持住了，OK，<没 S 1> 嗯,嗯，嗯、所以经过那次之后，其实时间也不长，大概前后三四个月吧，嗯，我就很快就恢复正常了，嗯，然后我也没去想太多，我也我也就。 停药了就没再吃，嗯哼，然后就是隔了几年，就是到了一年多前的时候、呃，他又再发了，嗯嗯，那是不是又有什么样的原因诱发？这一次没有像上次那么明显的一个理由，嗯，那我后来有问我的医生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忧郁症这个病其实它的病因是相当复杂了，嗯，那有些人是因为呃心理的关系，就是说你碰到一些很大的压力事件了、啊。 比方说钱有问题了，工作有问题了，或者家人处的不好了，这很明显的压力事件。嗯、那还有一种的话，就是你你生理所所引发的，嗯、比方说像自律神经失调啦，嗯、或者是老化，老化是一个蛮、嗯、蛮重要的一个引发忧郁症的原因。 嗯，那我就问他说：“那、嗯、<laughs> 那我是什么状况？”啊，对。他说：“你可能是一个混合状况，混合型。一方面可能是说，我我说我生活没什么压力啊，就像你讲的，嗯、我喜欢喜欢运动，我喜欢旅行的。而且你没有财务压力啊，我没有财务压力，我没有工作压力。<对 S 2> 可是后来就想了老半天，我就说。” 或许我没有你说钱的压力、工作压力，但是我觉得人只要活着一天就有压力。嗯，我就在想我的压力来自于哪哪里呢？我后来想老半天，我也算是个小网红吧，对不对、嗯？嗯、对我得是顺便提到这一点，我觉得你还蛮好玩的，<laughs> 蛮坦白的，不是？就你很诚实呢，嗯、想要去找答案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对嗯、我说出了个书吧，我也会担心说卖不好，卖不好。嗯，或者你说、呃、贴了个文，就没有人给我按赞、嗯 <laughs> 欸，真的会这个样子、啊、我我其实有一些。 些朋友，因为我们在媒体圈嘛，他们确实是是会，嗯，但是我在想说，你又不是媒体人，你又不是以这个为为生的人，对,对,对,对不对？所以还是一样会有这些得失。呃、可能也，我我自己，你要问我的话，我觉得说我好像没那么大压力了，嗯。可是谁知道？一方面可能跟我的个性比较偏，呃，所谓 A 型，就是凡事比较呃盯一点，就比较求完美一点，嗯嗯嗯嗯、求完美。然然后。嗯 这东西时间一长之后，可能他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形成了一个，嗯，一个压力，可能连我自己都不自知的，嗯嗯嗯，我我觉得，你这样讲的话，其实我我觉得得这个病，在这个阶段得这个病。嗯 或许还是一个好事情嘞、嗯，嗯嗯，因为我想说、嗯，说我再再过个五年十年，等我年纪真的大的时候，嗯、我可能就一蹶不振，我就真的没办法再恢复了。嗯，我现在是百分之百的 OK 了，嗯嗯嗯嗯，嗯嗯嗯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也就是说书卖的不好，管他，<laughs> 管他的 <laughs> 不，不要给我出版社说，是是 <laughs> 那你尽力了嘛。 对啊，应该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啊，跟是心态有调整，心态有调整。嗯，我我像你一样还在 Po 文啊。嗯，那有没有人给我按赞？管了。那你是怎么样子跟自己？你你严重起来就在乎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会一直看，对不对？像我记得，对不对？一直看到看这个，有多人点赞啊，留言怎么样？对对，不对？对。那留言也有正面的，也有负面的，那就在乎。对对，我觉得都会经历过这一些，但是就要跟自己。 说好，对，跟自己说，说哎，不要理他。对对对，尤、啊、<对>尤其像你说，我又不靠这个来为生的话，嗯、我干嘛把自己给逼到？<laughs> 求好心切就变这个样子，嗯，真的，好吧。所以，我们这边就讲到说，就是事实际上我们看到，不管是身边的朋友啦，哦，或者是说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或者书里面谈到，其实退休之后或者中年中，尤其退休之后。 不少人其实是退休之后反而得忧郁症，嗯、而且他们讲到说男性的忧郁症的比例更高，嗯嗯、所以可能是男性可能更更，或者在在过去在职场上面呃叱咤风云过的，曾经呃这个成功过的，或者说至少是 routine 的在做一些事情的，突然之间放松了，嗯、他也不太知道他这个人生好像整个散掉了，嗯嗯，嗯嗯你就你就收不回来，有点。嗯 捡不回来的感觉哦，所以如果说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变成回过头，我们接下来就要继续聊，就是其实退休之后，的退休之前，你怎么样先去预想你的退休之后，而且现在基本上是一个退而不休，就你的第二人生，你的下半场，而且呢，可能要把一些。 疾病的想象要带带进来，否则像这个老黑基本上是属于那种退休提早退休，满怀抱负的呵呵提早退休，就得、是、哇，接下来好多事情要做，就没从来没有想到说有一天疾病会找上他哦，所以我们休息回来聊。 也是他写这本书的原因，要跟大家分享。在即便找上他的时候，那真的是看起来很夸张哎。他有在机场当中在地上打滚的，还有一场，还有一个你描述一幕，我也印象很深，就是你跟你的呃亲爱的老婆小咪两个人在高雄一个公园里面。 抱头痛哭，你说你一辈子没有那种两个人一起哭，哭到那种哭那么久的啊，<对>所以你去想象那个压力该会有多大。那但是重点在于说怎么样走过来，我想这是关键。怎么样走过来？那接下来你的人生计划会,会因此而有什么样的修正？我马上回来。 好，回到冷、啊、生时间，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这个旅行作家，嗯、呃，很多 title 啊、呃，旅行作家啦，街头艺人啦，哦，我们一次访问他是因为街头艺人的关系，我记得，就是你在高雄街头卖唱、弹吉他唱歌啊，他是呢老黑啊，这个财务自由的老黑，但是呢，财务自由之后，然后呢，是有碰到一些呃不适于其中的啊，一些呃，不管是阻阻碍、啊、或是一些疾病早上病痛早上，那就是忧郁症啊。 所以你你你严重起来，你描述那个像，比方说你说那个在机场，我就不太懂，说怎么会在机场的地板上面打滚？是因为忧郁症不会痛，不是吗？忧郁症，嗯，有些人会痛啊。 你说生理上的状况生理上有些人会啊，那那是因为自律神经失调所引起的忧郁症。我我听说了，因为我没有碰到嗯，我听你什么胸闷啦、胸痛啦，这里痛那里痛，然后你去看医生都找不出什么原因来。嗯嗯，那很可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。那我的状况是我的生理上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嗯，我我我睡不着了。嗯，我吃不下了，就完全没有食欲。对对对，那这这个都不是生理上的。 呃，痛，它不会让我痛，对呀、嗯，嗯，啊、嗯可可是它会让我很不舒服啊！就，嗯，你睡，嗯，好几天睡不着觉，当然是会不舒服，啊，嗯嗯嗯、对吧？嗯，可是对我来讲的话，就是最痛苦的一点，就是说我不想做任何事情，嗯，就是说曾经让我，嗯、呃，比方说我喜欢旅行啦，对，或者我喜欢看电影啦，嗯、或者是呃，我喜欢听音乐啦，嗯，任何事情都引起我的兴趣，嗯。嗯 所以一天二十四个钟头就好像二十四年一样，嗯，连一你动不动就看一个表说啊，才过了三分钟，才过了五分钟，我天哪，就就是这么痛苦。坐牢，我觉得甚至于比坐牢还难过。我书上也写说，其实呃，他们做过统计调查，就是说人会自杀，嗯嗯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忧郁症。是啊，因为你觉得说活着你不。 你你说肚子饿了，我想吃饭，它都是一种欲望，对不对嗯？嗯嗯。或累了，我想睡觉，都是一种欲望、嗯。嗯、而忧郁症的人是没有任何的欲望的嗯。嗯，你就不知道说你活着要干嘛、啊嗯嗯？干嘛、啊？对。嗯。那有些人说你是因为碰到什么很重大的悲伤事件，嗯，所以你会想要自杀。其实悲伤会随时间淡化，嗯，但忧郁症不会。嗯嗯。你会觉得说好像永远永远永远，呃，这个病就就缠住我，我不可能好起来。 所有抑郁症人都有这样想法，嗯,嗯，所以他就，但是这是一个想法，对不对？因为事实上你好的时候也这么好啊。但是当你他他突然间那一阵来的时候，你真的就会觉得说，你所有拥有的都,都没有意义。嗯嗯、可是那一阵是多久？对我来讲，我运气好，也就是半年，半年多一点。有人是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的。嗯嗯，那个，嗯,嗯，前阵子不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访问一个。 以前那个呃，陈良机，没错，对对对,對，他,他的太太也是这样子，没错，没错，他就是他，他们后来也是很跨过了这个，所以还特别写书分享嘛，因为他就是想自杀。对对,對，可是，在那个过程，我不知道他时间多长。嗯，很久哦，很久，嗯，很多人是很久啊，嗯，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说他有尽头的一天。可是我写我写这个书，我其中一个很大的目的就就是要告诉。 有这样子心理疾病的人说，嗯嗯、这个病是会好的。嗯，你一定要保持信心。嗯嗯、对，然后尽量跟你的医生配合。没错，因为他是会好，<错>他不是、嗯、他不是像青光眼，青光眼不会、嗯、不但是他是会好的。嗯嗯嗯 对，因为你刚刚讲的陈良基跟他的夫人，事实上他们后来就是一起去面对嘛。嗯啊、后来事实上他状态来的时候，他太太也来了，嗯、状态非常好，嗯嗯、对啊。所以像你的话，你在书里面也特别分享，所以我看这个也像你不是吃药、欸、你是做一种。 这个我们刚刚在讲说、啊、，TBS，TBS <laughs> OK，TBS <okay, S 2> <okay, S 1> 它对对对它,它有一个呃名真正的名词哇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哈、啊、很难念，<laughs> 对对对，很难念很难念。重复金炉什么刺激素？嗯，什么素对对对，对对对这个是什么？而且这个。 所以你看，我们在讲到财务自由这件事情啊，就是说你要多少的财务才会觉得自由？如果像老黑这样的碰到这个忧郁症，换你因为是照你出发是太痛苦了嘛？对。所以所有的呃，因为吃了药，你那时候也没用。对。哦，OK。还有讲到一个就是说，你你得要判断正确才对，就是医生的判断。对。就那时候他觉得你是纯粹的忧郁症，显然不是，他带有轻微的躁症。那所以后来就是你找到了这个方法 TBS。对。他是他是。 针对脑，它是一种针对脑部的一种电击，当然很轻微的电击了，然后所以很快速，嘟嘟嘟嘟嘟这样子打打击。嗯，那这这个东西，嗯，你当然好像是美国人发明的吧？嗯，它是就是提供你忧郁症一种呃有别于吃药的疗法。嗯,嗯，通常它是就是说你吃药吃了一段时间，而且试过很多药之后。 呃，发觉没有用的时候，嗯，他们会建议使用这种方法，嗯，那这种方法的话，它的好处就是说很可以比吃药更快速的缓解你的痛苦，嗯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效，嗯，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它即使是你现在有效，它是有有期限的，它它可能几个月之后或者一年之后的话，它还是必须要再再重复实行嗯，嗯嗯嗯，那这样子不是重点是在于说它它每一次的疗程。 少则二十万，多则四十万呢、哎。我记得你是多少？呃，我我花了大概四十万了，但是少的话大概最起码你也要花个十万块钱了。那比人说每三四个月或者每一年就要花个十万块钱，是的。对啊，所以这样子的财务自由怎么样才可以自由的？<laughs> 是的。哇，这体现心理压力真的很大啊。那所以怎么样去度过它？嗯、我们休息马上回来。 好，回到蓝讯时间，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旅游作家、旅行作家老黑来聊天。而、哦、他最近又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Fire》。然后呢，那当中的话呢，我觉得他是非常坦率的啦。我觉得你蛮坦率的，而且你真的对自己也蛮诚实的。然后对于 我觉得这样的态度蛮好的，就对于你的读者，对于你的呃粉丝，或者对于你身边的人，你就你就觉你就是要诚实面对自己，然后去找答案嘛啊、哦！而且你在描述的时候都不啰嗦，呵呵就是就噜噜噜很快的，我就看到眼花缭乱哦。你就是你经历过这么多，然后也尝试过这么多，然后的话呢，然后就开始我我建议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就是很快速很有效率的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理工男的感觉哈、啊。好，我我找到了，就是说。 呃，老黑他找的，他用的这个治疗方法是有一次啊，就是说你在船上发发作，是不是？所以是小明的老婆在网络上面帮你找到的这个方式，叫做重复经颅磁刺激术，磁是那个电磁的磁，磁场的磁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简称是 TMTMS，TMS。哦，TMS。对，TMS，对对对。OK，好，那所以，所以这个。 这个你就是效果怎么样？你当初去试了，而且那么贵。嗯、对，我我先是在呃高雄找了第一家诊所，嗯、然后我就做做了四十次，那时候花了我二十万。哦、嗯，然后一次就要五千块，一次五千块，嗯、然后一个疗程就要十次。嗯嗯，嗯是一定要<那>至,少至少要要十次，至少至少要十次，okay, 那就五万。然后根据医生的讲法的话，你四个疗程是。 比较完整的疗程嗯，嗯，所以我那时候在太痛苦，我就说，我我就说我要马上就决定说做四个疗程嗯，嗯，然后就马上就缴了二十万，嗯，然后就打了，我说我要在最短的时间打，我就在好像是两三个礼拜之内我就全部打完了嗯，嗯嗯，打完之后这样子好吗？医生也觉得 OK，他是觉得说 OK，嗯，可是蒋 <laughs> 老师啊，你现在问我话，我觉得说他是不是？ 他是不是真真、OK？对对对对，因为因为我打完之后，其实我的效果不大。嗯哼，嗯，我效果不大，然后我没办法，我我实在很难过，我就说可不可以再打？但是打刚打完四个疗程，他他说不。那也是很不死心的、欸，你觉得没效果，你还在打？<是>啊欸、可是太痛苦了，嗯，所以我没办法，我就跑去呃高雄找了另外一家诊所。嗯哼，我跟他说可不可以再打？我说我刚打完，可不可以再打？他说可以啊，可以。 <laughs> 真的，<laughs> 所以不同的医生他的讲法又不一样了。嗯，我我说那好打打几个疗程，打四个是，他也打四个，OK。所以我又花了二十万啊。然后那第四个疗程还没打完了，打到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吧？我嗯，我不但没好，反而更更糟糕，嗯。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那你是不是要换一个打法啊？他说那我就询问一下专家。我说我就不早点询问。<laughs> <laughs> 所以他一对医生来说还有一个专家，<laughs> 对。 然后他这个专家就在在主北嘛，我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，他叫叫一个周周医师，周伯翰医师。然后他说我我去请教周医师，我说你请教他还不如我自己去找他了，所以我隔了几天之后我就跑去找周医师嘛。嗯，周医师一看我之后，他也不好明说了，但是他后后来有跟我讲说，我这个状况根本不需要打 TMS 啊，真的吗？对，你就是把药给调好就对了。 啊，真的、啊。然后，然后最最主要的原因是说，他发觉我不是纯粹的忧郁症，嗯，嗯我是轻微的躁郁症，嗯，那等于是说我以前吃药也好，还是打 TMS 也好，都没有对症下药，哦，所以他帮我调过之后，嗯、<哼>其实我蛮快，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内，我就就就就好转起来了、啊嗯，嗯嗯嗯，然后嗯。呃 所以，所以你现在的状态，因为你现在事实上是你觉得运协的就就告诉大家，就你觉得你找到了一个跟他相处的方式了、嗯，对,对,对,对不对？那那个方式是同时吃药，我以为是同时打 TMS，但是没有,没有，没有，纯粹就是吃药。哦、这样子。其实我后来因为这个病的关系，我看了很多相关的东西，我也我也问了很多人。其实那个有一个东西之之所以会拖那么长的时间，嗯、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，它可以靠。 机器，比方说验血验尿，嗯，他他纯粹就是靠医生问诊，嗯，然后你什么什么什什么状况，好，那你吃这个药，嗯，然后你回去吃了两三个礼拜，说不行，然后医生我不行，然后那你换这个换药，嗯，然后又又换又换换，了一阵子的时候，你实在没耐心了，你就换一个医生，然后换了一个医生以后又把这个这个过程再再再做一阵，再重复然后就一直拖，一直拖，一直拖，嗯。 那我觉得我运气真的是蛮好，后来就真真的找到一个帮我对症下药的医生，很快也就这样、嗯、这样就好起来。OK，、嗯、不过即使是好起来，嗯、我已经到现在已经好了快一年了，嗯、我的药也没停。嗯嗯嗯，嗯嗯嗯医生就跟我说还要、嗯、还要继续吃下去。嗯，我就像我说，在我上竹北找周医师之前，我书上也写了，我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后来就就。 就爆发了，对啊，我觉得那压力一定很大。那、呃、这因为已经拖了好几个月，也换了好几个医生，嗯、也花了几十万，嗯、也尝试这个药，也尝试那个药，也打了 TMS，、嗯、就不好。然后我说那：“那那我还要跑那么远，跑到主北去坐个高铁，嗯、到底是不是又要全部重复一遍？”嗯、我觉得很烦。那个时候是在你们还没有上主北之前，就是前两天，就前两天，就这样。然后我就说。 我有点不想去，我老婆就就逼着我去。嗯，她说你只要有任何的希望的话就、嗯就，就就就要。嗯嗯。嗯然后我们就在我们家附近文化中心有散步，然后、嗯、也不知道为什么呢，一,一股悲情上来，然后、嗯、<laughs> 四周也没人嘛，我就啊一下大哭出来。我老婆就。 <的>哭 <laughs>，因为哭了大概有十分钟，<laughs> 啊、真的、啊，因为四周也没人嘛。<laughs> 其实，但是这这这还蛮棒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就整个宣泄出来其，其实哭完会比较好。对，像我也是属于一个很少哭的人，嗯、但是我大概哭过几次，反正比方说啊，这个呃朋友啊，家人过世的时候。 突然就后，整个心心里面觉得好轻盈哦、啊，整个人都轻了，好像你就把东西都都宣泄出去的感觉。我觉得那种感觉还还蛮棒的，所以有些那种就是心事也不要压。其实忧郁症或许也跟你压力，然后没有办法宣泄等等有关嘛、哦。我相信是，而且你刚刚讲说什么，我很诚实啦，很怎么样？是啊，你说对对别人有帮助，其实对我自己，我觉得帮助更大、哎嗯 嗯嗯，就是说你真的面对了这件事情，嗯，你你不不闪躲，哎，你不闪躲，嗯，你就也不能说是跟他拼了了。我觉得你有这个，你有这个会靠。你看二十万，好做了，那做了没有？再做，那个那个是太头。我感觉，我觉得就是跟他拼了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这次事件让我学到，说这是人家老话一句，就是。 呃，什么？面对他，接受他，处理他，呃，放下他，<就真 S 2> 最后是放下。最后，你真的要放下他。嗯嗯,嗯，真的。可是你看，像我在听你这样讲的过程，我觉得很多人一定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。很羡慕的一点就是，你好歹有个老婆。对。在那个状况底下，然后他不断的帮你去找哦，可能可以治疗你的方式，让你快乐的方式，然后还陪你去散步。对。然后关键时刻，两个人至少可以抱在一起痛哭，对,对不对啊？否则我觉得。 不晓得，所以我觉得这也应该放在我们所谓的 fire，然后呢，这个然后的里头有你自己心心灵的强健度，有你的财务的完整度，还有另外一半，就是你要有个伴侣，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真的很真的很重要。那而且当然不同的病症可能有不同的陪伴方法了。嗯，那像这种心理疾病的话，它很特别。嗯，他嗯嗯，我问医生，他说这他说陪伴的人的压力。 一点都不小于生病的人嗯，嗯嗯，而且陪伴的人通常时间长了也会烦也会累啊,是啊，是啊是啊，然后也会哎呀不要想那么多了，什么想开一点、嗯，包、嗯、不，千万不要，嗯、尤其是忧郁症，嗯、陪伴的人只要做一件事情，陪伴就是陪伴，对、嗯、你也不要啰嗦，嗯、也不要话也不要太多，嗯嗯，嗯嗯他如果生病能跟你讲话，你就回他。 嗯，然后你不要特别去跟他讲说啊要不要吃饭了？要不要看电视了？要不要什么都不要啊？连要不要吃饭这些都都不要，都不要，都不要、哦、因为我知道说，不要讲，不要什么，不要想太多。忧郁症他就是会想这些事情啊，所以才忧郁啊。对,对，所以这个没用。但连说，<对 S 2> 吃饭，你逼他吃饭，他你逼他吃饭，他的压力变得更大，因为我根本不想吃啊。哦，你你一定要提醒他，就是说你吃药。 啊，吃药，吃药可是出去走走呢？像你们出去走走是好，也是一样啊。你不能逼他，但因为你会不想出去，对,对不对？对对，嗯嗯，嗯你提醒他一下可以，但是你比要说，哎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出去走，不行，那压力太大，更大，嗯嗯，更大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子跟跟这个忧郁症啊，或者说都不要讲忧郁症了，我觉得。 退休之后，两个人大眼瞪小眼的待在家里面怎么相处？更何况还要手牵手出去旅行了。所以我，我我就觉得，其实对老黑来说就很幸运。我相信大家觉得你所谓的人生胜利组，我觉得那个胜利的概念里面，一定有个好老婆对，一定包括你有个老好老婆，他有个好老公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人生里面蛮重要的。对,对，好，所以我们休息回来聊。那这部分，呃，能够规划吗？或者能够去经营吗？啊，怎么样让他呢？也是属于呢。 然后呢？呃、哦，里面那一块的重要部分，马上回来。嗯 好，回到蓝轩时间，继续在现场邀请到的旅行达人啊，老黑来聊他这本书啊，这个《Fire》。然后呢，那当初的话，因为呢，这个《财务自由》这本书让这个老黑除了他自己的游记、呃、之外了啊，算是那本书非常受欢迎。而且，我想后来《财务自由》这个话，经常有人拿出来讨论嘛啊，啊、呃，所以大家很在乎怎么样让财务能够自由。但如果你财务自由了，你的身体因为疾病的关系不能自由，或是你面对你的疾病的时候，你的心。 零，呃，对应的方式可能不够好，你心灵没有办法自由，那也是一样啊。你的整个下半辈子就不会自由哦。对，我觉得其实人是这个样就很多很多的一些束缚，很多的所谓的桎梏。但是你怎么样的去面对它，去解决它？那如果身边有个伴侣能够一起去面对，更好、嗯。所以我我看我看过小明，我看很多人如果说看过老黑的呃这个脸书，应该看过嘛？哦，就是真的很漂亮，然后你们两个真的叫做。 金童玉女、郎才女貌就很登对就是了啦哦，然后而且你们兴趣也很一致，我觉得这也很难得啊。我们兴趣没有特别一致啊。真的，正好都出去玩啊。哦，对啊，旅行 OK 了<啦>哦。那其他的呢？其他不见得啊，就是，比如说他画画，我写东西啊。那、嗯、好啊，那你你就是在家里面你画画，我写东西啊。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算一致哎。OK，嗯，嗯<那>就是一起做一些事情，而且呢喜欢自己就喜欢相陪伴的感觉，但是各做各的。对。 <对>这就很棒啦、啊呃。这这个我们 OK, 对不对？嗯。但是，嗯，比方说，交友圈嘛，他有他的朋友，我有我的朋友，啊、呃，有重叠，但重叠其实并不多，不多。对，可是就是生活嘛，就是你讲能一起做，我们就一起做。嗯，那嗯呃，一起旅行啦。嗯，那运动。 对了，我也运动，他也运动，可是他运动他的我，我运动我的啊、哦哦。你们都这样分开运动，各自去运动。他喜欢上健身房，我不爱上健身房吗？啊、哦，哦，那这样子，那你们这些是怎么样协调出来的？ 没什么好协调的，啊，就就这样子各自发展了。就各自发展啊！哦，那你们也都接受这种方式嘛？一定是就是，反否则很多人是会黏来黏去的，而且还不见女生黏男生哦。我听到很多是退休之后是男生黏女生，通常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我们还好，我们没有没有什么黏来黏。啊，真的吗也不需要沟通，就这样子自然发展。沟通有沟通过吗？有没有黏过？比如说一开始他黏过你，是你黏过他？ 我觉得都还好哎，你所谓多沟通是说，哦、哎，你你你几点干什么？我几点干什么、哎、没有，就是说我们说好，我们用这种方式，就是呃呃，就喜欢的事情一起做，不喜欢的事情各自做，那心里面没有芥蒂，没有挂碍，否则会这样的。比方说，如果我自己去去旅行，我自己去运动，然后我没有老邀着我的伴，我会他就他会不开心嘛。我不先跟他说一下。哦哦 之类的，自然发展没有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这样子算很契合的啦。对对对，对就是你们对这样子的生活观方式，你们观念是一致的。对对对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我觉得观念很重要哈。OK，好吧，所以好老婆，那，那可实我也很好奇，所以你们就是这么的一致，所以包括对于退休之后海阔天空的过第二人生的内容，也都很一致吗？嗯。 你可以这样说，其实这方面的话，嗯、我我觉得真的不简单。嗯、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，我我才四十五岁，我就要退休了、嗯。对啊，那时候你雄心勃勃哎。对对对，<laughs> 而且就算是说你什么财务有准备，什么有准备，嗯，你谁知道你活到一百岁、啊？<laughs> 对呀、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其实我看过很多人，我说男生了，嗯，其实他财务比我更好，嗯，但是他不敢退，他不是不敢退，是他老婆不答应。 啊，对呀、啊，像这种也是。老婆会会担心吗？会、嗯，嗯、会很正常。嗯、对。可是我觉得我的运气特别好，就是说我我记得我那时候工作最后一两年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很不想做了。嗯。嗯所以我就每次我下了班加了班，回来后来我出差，回来后来我就哎呦好忙啊，好累啊。嗯嗯嗯。嗯嗯然后，然后小明就也是跟我讲。 嗯，真的不想干，老娘养你。那 <laughs> 真的哇、啊，我的，这也是一个呃女汉子。你看，但我没有让他真的，真的让他养我了。可是就代表说，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他愿意跟我一起来共患难。OK，那他他那时候有他自己的工作？那、嗯、当时没有，没有。那他怎么养你？<laughs> 他一直在工作，他一直是一个膝盖的问题。他没没那么有，他他一直是一个一个那个嗯呃那叫怎么说工作妇女嗯，职业妇女。OK 职业妇女。那是因为后来我被派到北京去，她她不能工作，所以我退休的时候她没工作。嗯。可如果她真的要的话，回到台湾来，她要找个工作，因为我那就不是男士。了。OK。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好，我们有个共同的理念，就是说生活不需要。 花太多的钱，就是我们愿意过一个简单朴素的生活。嗯，嗯那我们就一起闯闯看。真的不行的话，我们再自己再来想办法。嗯，那就就一路闯到现在。嗯嗯嗯，嗯这个这个也就很棒，对啊，对对对。嗯，因为你说，尤其退休之后，每个人因为人生如果要倒数的话，你一定会想要去完成一些你想完成的事情。你说两个人要完成合拍，我觉得不简单，不容易。对，步调也要一致。 对，真的不容易。嗯、我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也不是不是天生的，嗯，你还是要努力。嗯嗯，怎么努力法？<laughs> 好问题啊！我觉得、嗯，哪一个对婚姻没有一些风风雨雨的？嗯，我们当然也有。可是慢慢慢慢，我后来我记得我在书里面也写了，我们发展出来一种默契。嗯，因为我我觉得用两两件事情来总结了，一个是尊重，一个是爱慕。 嗯，就是说两个人之间必须要互相尊重。尊重不是说客套，那老夫老妻有什么好客套，嗯嗯嗯、对不对？而是说你真正发自内心的想说，虽然我们是全天下最最亲密的人，但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嗯、我们都还是各自的个体，嗯嗯嗯、我不能说拿我的喜怒哀乐套到你的身上，嗯嗯嗯、你要不要套到我的身上？嗯嗯、我尊重你，你有你的，你的，呃。 你的想法，你的想法，嗯那第二个就是爱慕，就是说，你你真的要打自内心的去喜欢他的的某一些性格的特性、呃，嗯，呃，比方说，我认为小蜜吧，他他有一个艺术家的心，嗯，这是我所没有的，嗯，然后我就很为了这段话，我就觉得。 觉得他好棒，好棒 <laughs> <那麼>，很棒！哎，我觉得你这点是很成熟，<對 S 2> 我很少听到说呢。<對 S 2> 卡普最近除了讲，我就相互尊重，很多人会谈。对<的>，那尊重问题是说，你说得到，你未必做得到。对,對,對,對、啊、做的问题，但是。 爱慕这件事情，其实我很少听到人家去强调这件事情。嗯，对啊，有道理啊，因为你你不没有相互爱慕，没有相互喜欢，你干嘛在一起？是是是，你年轻的时候年轻貌美啊，对不对？年纪大了你会变啊。是是是，男的也不帅了，女的也不美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你主要喜欢他一些不同的一些，就是你的个性不会变嘛。对对，嗯，我我我记得我在书里面就写说，哎，怎么说的？呃，你要说什么喜欢西施是吧？就是。 情人,、啊、人眼里出西施，对对对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可是西施会老啊，那 <laughs> 西施老了，但是个性还在啊,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。那不好的地方你怎么那个？就你会看好的地方，<对>那不好的地方呢？我觉得很多夫妻、<是>很多伴侣是因为他老是看别人不好的地方。嗯，对啊，那你觉得？ 面对他接受他，<laughs> 面对他接受他放下他。哎，这周这这个这这阵词蛮蛮,蛮好套用的，<laughs> 蛮好用的，蛮好用的。<对>好，我们休息了再回来。 好，回到连线时间，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老黑啊来聊呢，这个 fire，然后呢啊这个受到了整个忧郁症啊这样的一个过去几年当中的，真的是猝不及防的呃打乱整个的生活，啊、甚至还有说呃、啊、去旅行，呃，游人都已经出去了，呃就紧急的啊这个病情发作了啊，那只好当下下下船，呃这个、也也就不。 不不去继续原本的旅程，就飞回来了，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哦，所以他可能打乱的不是只有一次的旅程而已，oh、<yeah. S 1> 他可能会打乱整个的原本的规划。那我们刚才讲，索性啊、哦，这个呃老黑也在这边表达了他对于小明的爱慕，<laughs> 就是很很不简单了啊、哦。但是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关系而稍微修正一下你的财务计划啦，你的旅行计划啦，你的人生计划啦，因为这些事情，坦白讲，现在可能忧郁症而已。 而且你控制的好了，第一个他不知道会不会再来；嗯、第二个，就是你刚刚特别提到老化这件事情，嗯、那可能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疾病，嗯、所以很多可能原本有，尤其我觉得有些人会比较自我感觉良好，像我现在也尽量都会提醒我自己说，不要这样子自我感觉良好，就你现在可能很好，嗯、但是不代表你未必会、嗯、对对对未未来会好嘛，对,对不对？对,对,对,对，所以你你后来做了什么样的修正？嗯，先讲旅行计划吧。嗯、我我我们原来就喜欢做大旅行。 嗯，嗯就是时间很长、哦。对，嗯，那反正我们现在也有时间嘛。你像我跳船的那次，就是我发病的时候、嗯，那次是八十天的旅行、嗯。哇，八十天都在海上哎、欸、哈？有没有呃？对，你会下来？对对對,对对对，嗯。啊、呃，那次我大概是两个礼拜吧，差不多十几天就受不了，我、嗯、就就跳船回来。嗯嗯、那回来之后。 当然，先先医病为主了，然后身体开始慢慢好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想说还是要旅行啊。嗯，可是我想到八十天，我就开始害怕。嗯，尤其是想到上次在船上那个状况，经验对，所以我后来想说，那我们还是要旅行，我们就从短的，然后然后近的地方，因为上次去啊、呃、发病，我觉得可能跟不断的换换时差可能有关系。 那那就是到很远的地方。那我们就先从比较近的地方，然后比较短的开始。嗯，所以我记得我我那时候第一次开始病后开始尝试旅行，就是到日本。嗯，然后就一个礼拜的时间。嗯，然后也没什么时差嘛。嗯，然后呃，那次 OK 了，我就开始胆子稍微大一点，就开始去东南亚。嗯，然后开又开始坐船两个礼拜，然后慢慢慢慢延伸到。 呃，我最近一次坐船就是有三个礼拜了。嗯，嗯那我现在就是这、嗯嗯、用这种方式嗯。嗯嗯。那其他人讲到什么人生规划，我讲，我觉得你讲的没错。<laughs> <laughs> 人老了要服老。<laughs> <laughs> 啊、对呀、啊，真的是这样。虽然现在人看起来都很年轻啦，但是终究一定会有一些对对对意外的状况、啊对对对。对对对，就是就像我讲，人老要服老，就是嗯。 你不要什么事情都都想冲冲冲啊！嗯嗯,嗯，然后呃，甚至我们就开始谈论到就，尤其像我们没有小孩的，嗯、那以后年纪大了的时候，呃，怎么养老啊？我们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啊？嗯，啊、嗯那这些我们都开始慢慢慢开始讨论嗯。嗯哼，嗯哼，嗯哼。所以你你觉得你原本的规划有没有因为这样的关系，嗯、觉得好像先前想的太乐观了、嗯？倒也没有。 嗯、呃，可能比较唯一的差别就是说，我们没有想到就是说老后，尤其是说有一天呢，如果真的老到没有办法自理，嗯哼，嗯，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嗯、呃、小明一家的长辈就一步一步往这个方向走，嗯、我们想，嗯嗯、呃，我们有一天也可能会到那样子的地步，嗯嗯、但我们该如何的处理我们自己？嗯<哼>那我我觉得老我不怕，嗯。 我只怕失智或失能。嗯嗯，是啊是啊，没错。嗯，当然，希望希希望它不会发生。希望说时间到了，就就就就拜拜。嗯，像北欧人那个样。对啊，对啊，说安乐死啊或者什么的。对，可是你看台湾的统计数字出来，就是平均卧病时间叫八年。对啊，我想，哇塞，这这还得了？太夸张了。那我我就算我现在。 尽量的保持我自己身体健康。如果真的碰到那天的话，嗯、我该怎么办？所以我就会、嗯、呃，你说钱该怎么办了，医疗该怎么办了，嗯嗯、应该住在什么地方？现、嗯嗯、现在我们就在慢慢的开始找找这个这个解放、嗯。嗯嗯嗯，真的是需要。呃、嗯然。然后然后我我觉得目前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让自己保持健康了。这很重要啊！我觉得<对>这很重要。你除了可以让你还继续的。 吃喝玩乐之外，我后来听我有一次听一个医生讲话，我觉得讲的很好。嗯，你身体健康可以让你活得好，嗯，还可以让你死得好。对，就是死得快了。对啊，死对没错。对，不是不是逮活着，不是逮活着。对啊，就是让你活蹦乱跳到有一天就崩了。对对，最好。我觉得现在所有人的心愿都这个样子。对对对，但是太难了。哎，保持健康就有这就有对就有机会，就有机会是真的这个样子。所以我嗯。 讲说那真的老了，我们慢慢慢慢考虑。但眼前的话，我们就能能能能让自己身体怎么快活，就让自己身体怎么快活。该检查就检查，该治病赶快治病，该运动赶快运动。嗯嗯嗯,嗯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这边我也觉得，我们每次聊这个话题，我都觉得其实除了就是说五十加的人，可能大家分享一下经验，我都觉得事实上是给五十之前的。 <对>可能年轻人、壮年人，就是你越早体会到、意识到这一点，你去看现在看起来还算比较呃健康的，或者看起来啊、呃、外外表觉得比较年轻的，都做好一些比较自己给自己拉一个安全网的，大概都是提前想到这些事情，<对>那就开始准备替自己准备啊、呃、这方面的一些能够去面对逐渐的呵呵。 呃，岁月流逝的啊、哦，这些自己的一些准备啦，自己的一些武器啊、硬硬的工具啊什么的，都會让自己可能会活得更好。嗯，好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就是，然后呢，你就会继续的快乐，继续的健康。希望此，<laughs> 希望是如此。好，非常谢谢老黑在 <laughs> 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这个蛮重要的话题啊，谢谢哦，嗯、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